别想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些服务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公园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哇，咱们开始哦，降温哦，很冷哦，多喝开水哦，吼，啊，加个穿哦，烧了吼。啊，咱节目呢开始啊，咱足少甲广告啦吼，啊，就是咱老香品啦，香香款速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、山高宝、金盖丽、蜂胶牙膏、合力美，吼、哦，这咱拢讲足久的吼，啊，即马甲咱推广的就是啥，目睭甲顾好，定期的叶黄素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脚甲脚头甲顾好，到通啊来爬山、游泳、看风景，吼、哦，啊那。啊，那咱的肝脏、五脏六腑那个过平均啦吼，啊，咱就是这个有三高宝，平衡三高，搁几项就是啥，火焰霜也很好用，吼、哦，也搁有嘞吼，那甲咱介绍的吼，老人较袂退化，吼、哦，较袂底下咧润来润去啊，就是讲脑部咱无甲顾一寡营养，所以脑部就较容易退化，困眠就困较袂入眠，好、哦，咱就讲吃天。金好眠啊，这就是内底就是萃取的东西，好咱的脑较放松啦吼，吼安尼哎也较好困。啊，搁一项就是吼啊，咱平常时有咧食牛樟芝，吼、啊、牛樟芝也非常 OK 的，非常好。以上这种算是面向甲咱介绍的物件，吼啊咱若是有买吼啊买结缘看卖食看卖，会当敲电话5916045。开头就广告了吼，那明天也是共修的日子，吼，伫遮呢啊嘛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工作中顺利，开车大吉啦吼。来，咱即马来安排吼，啊，咱的信客即马过来吼，足济啦吼，2月7日啦吼，啊，就开始。有咱的进香的人，啊，拢去拜这个啥，啊，拜啊，咱济公活佛的啊，足济，即马就开始拢来进香啊，吼，啊，进香的开始拢有2月7日，就济公活佛的佛诞，然后，啊，咱嘛是有欢迎咱一挂孙仔仔，啊，即届2月1日，吼，啊嘛要当来慈天必胜宫吼来回香啦，吼，来感恩。咱即马来安排一个好听的信歌。冰破掌，你何罪恶自家当？来，绝对是坑死的吼。无人啊，尊者梦动动。情啊，家世啊，去啊去啊，找娘，要比金庙代天主，手指啊，半乌啊，金闪中啊。打开啊，风度啊，地啊地啊，甲门，要地金庙代天主，十八啊。
眼拢有情啊，有情啊，不见啊，好啊好啊，西风飘在金柳代天珠。无人啊，春节是有心啊，枝头啊，打着啊，枝啦枝啦，头颈飘在金柳代天珠。阿敬啊，乡情啊，背了表啊，打表啊，乡情啊，背啊背啊了经，了地金柳代天珠。无人啊，有狗啊，有酒瓶啊，看见啊，彼边啊，万啊万啊，长青飘在金柳代天珠。是这个藏号的，就是咱地藏王菩萨，哦啊，今嘛一个唱这给咱听，哎，这样讲啦吼，人呢吼，在这个人生内底，真正是嗨嗨的啦吼，也不用想太多吼，啊，不要预设立场，啊，慢慢先改吼，哎，烦恼变啦吼，啊，不要预约烦恼。唔通预约烦恼，就一天过了又一天，辛苦无洗转转身，这样就过了，好过哦。哦，张南有咩破功哦？人好多哈、哦，问世的哈。讲、哦、正在消失中的主题是我的徒弟立起宽起，哦依赖的啊，我看看啊，有人这么预测未来。讲有足侪老人咧，足喜欢的物件就是玉啊啦，有诶无诶啦吼。啊，因为时代快速在进化，啊，遐个抬头，遐即马少年囡仔未想讲吼，阿妈挂过的玉啊，互你，吼，即马无啥有即种诶吼。即马囡仔要爱诶，毋是这啦吼。先讲即马囡仔要爱诶，毋是这，不是那些古董啊，吼。所以呢。连现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淡化了，已经无奈的走到没落，吼、哦，消失无影无踪的阿未啦，吼，咱们想法侪吼，即嘛就讲吼，玉石啦、翡翠啦，包括金银项链啦、钻石啦、首饰啦，迄拢总无感无觉啊？为什么？就迄支手机也有感觉呢？啊，对这些人不感兴趣了，穿金戴银也不再被人崇尚，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。啊，你讲金嘛，佫起佫较悬，最主要是烦恼啦。
买厝会使万只买无要紧，迄金嘛一定爱买，金条一定爱加买挂，为啥？因为走路较方便。但是佫有一项，若干呾炸金条，无炸饭丸吼，毋过金条袂加你吼，啊，无饭丸好食，真爱饿死啊！即我迄阵个故事我捌讲过啊吼，这样也不是啦吼，所以讲玉石、翡翠，包括金银项链、钻石首饰，吼，这些年轻人已经不感兴趣了。穿金戴银也不被崇尚了，哎，这嘛是无啥。好，现在的文物、玩物、邮票越来越多，较早有人一直咧集邮票啦，咧集啥、集啥、集啥、集啥。即嘛嘛无手机的行啊啦。好，紫砂壶传承了上千年啦。好，紫砂壶诶，大陆有这紫砂壶。好，哎，传承了几千年，但是从目前看来，前途不看好。为什么饮茶文化愈来愈少啊？紫砂壶也没有人在较早紫砂壶有人咧创啥？有人专门拢伫捡，吼啊捡哦，年代阁愈侪，看有人要买无，甲摕来做古董。即卖我甲你讲，有人要买手机啊，无人要甲你买这做古董。吼，即卖就是咧讲，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坏？是手机害的，吼。啊，夫妻为什么会冤家？也是手机害的。那孩子为什么不读书？也是手机害的。哦，安尼呢，就太多传统的戏曲了，特别是民间哈、哦，所谓官方民间，哈、哦，竭力，哈、哦，要让它更好，啊、哦，让年轻人哈、哦、更快乐，就是什么啊，就是宴会跑办较济嘞。好，过来就是，好，这个元宵节哈，用搁较豪华的，搁较水的，你看咧安尼悠悠叫安尼，对这有好。好，最终呢，我们很难免啦，会再怎么走啦，哈，都是到尾啊，就是这个物件，少年人未搁去改传承，因要爱唔是这啦，哈，爸母都无啥爱，都无啥会亲啊。你甲想，这个国画你留乎伊，紫砂壶留乎伊，你买啥物古早甲？家去甲买起遐物件，遐个囡仔拢无感无觉啊，无感无觉。国画很难说了，但已经凉了，吼、哦，趋势嘛无啊，吼、哦。玩象棋的、围棋的，会神又会死，喜欢玩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。取而代之最快的节奏就是手机游戏，方便而刺激，手机啊。手机啊，害死人，害人较紧啊，着青光眼、白内障的嘛有。过来就是啥？过来就黄斑部病变的，啊，常常伫遐咧累目睭，到尾啊，眼膜都受损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因着看久，着目睭会酸，啊，着啊累，到尾眼膜都受损。为什么会？吼、哦，即嘛上行的就是眼科，哦，眼科连咧囡仔尔都挂只高。即嘛上行的是眼科哦，吼、哦，迄拢爱去排队的。过来了，饲鸡、饲鸭、饲鸟，逐渐被养，都把它取代为做宠物了。特别是保护类的动物，呼声越来越高，就是狗、猫，吼、哦，这足多啦。吼、哦，你要饲宠物，吼、哦，养鸽子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饲吼九冠鸟会唱歌的啦，吼、哦，饲个水的黑啦。好，装饰笨重的家具啦，贵重的木材啦，哈，已经也是无人的跟得用啊，哈，花了上百万啦，买了一套贵重的家具，现在十万元能卖掉吗？也许啊，少年人嘛无感觉啊，为什么？伊未爱这种古早物件，好，古早物件已经失去了迄个功能啊，干那看水尔。各大地方的电视台、地方的节目都已经全面的，哦，为什么底下咧拉凉啊？因为大家拢举手机啊，嘛免去甲你看电视啊，哦，所以即卖影歌星有时也无头路呢，吼、哦，爱讲电影拍到尾啊，真啊成绩袂好，吼、哦，退档，因为无人爱入去看电影呢。我都到阮家看手机啊，到阮阿都爱去外口看电影，唔免啦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婚姻跟孝道文化也会不停的降温，哈、哦，也会变凉了。啊，婚姻为什么？婚姻的制度跟金嘛，好、哦，咱有话讲哦，啊，要来去清明祭祖啦，哈、啊，啊，要来去吼蒙头烧纸啦，啊，这十几年来有可能啦，慢慢这嘛消失去啊。
哦，嘛消失去啊，这传统嘛消失去啊啦，也会消失。有谁能想到数位货币，好、哦、以及微信支付，使银行也变凉了？为什么？这嘛慢慢去银行排队啊，这嘛用微信的都会使，好、哦、啊，你用传的嘛会使啊，对吧？我辛苦无早钱，但是我都用微信用传的就好，支付。现在可以支付啊！现在银行这么嘛变成凉啊嘛，免人底下客啊，拢免。电商兴起，但是百货商场嘛是安尼啊，因为这么要买物件，为网络买就有啊，嘛免去百货公司，嘛免去遐洗，嘛免。邮局也一样，吼、哦、要寄钱嘛，赶快啊报纸搁较凉。像那讲这么报纸无人咧订啊，吼、哦、KTV 嘛无人爱去唱啊，吼、哦、网咖嘛会较少啊。吼、哦、下一个凉又是什么？就是出生人口每年剧减，中小学校也会凉。为什么？阮早孙啊，迄班哦，这第一年的去上课，我甲伊问，我讲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萱萱，你们的那个学校里面学生有几个？阿嬷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哈、哦、没有超过十个呢。啊？啊你现在在那边担任什么？担任了、啊，我、哦、担任我现在当班长啊！我讲哦，九个呢哦，恁迄间学校第一年级才九个人哦，一个老师教九个囡仔，伊讲是啦，你不要再问了啦，就九个啊，你不要再问了啦，你看我悲哀的，一年一班才九个，你看呢？你看安怎？对吧？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了，中小学校也会，遐学校老师反正到尾也原来无啥有头路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就业也会，吼、哦，信不信由你了。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过来就是啥，时代进步改变了，唔只是你哦，我的年龄、我的思想、我的观念、我的思维方式以及处事之道等等，我们已经感觉跟不上形势的变化，啊，悲哀能力。还有退休的老人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啥啊？慢慢的适应、学习、接受，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，好、哦，也要去接纳现在的时代变化啊，就没办法，你就接待，你就是爱，你即马看到迄囡仔，甲咱较早无同款，咱较早的素质，该读册就读册，啊，即马囡仔有时啊，你早时啊，甲叫袂起来咧。你搁想甲叫，我咧讲配面嘞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们老人家也没办法。现在的时代是这样子，你囡仔你也总做阿公，你想去甲管囡仔，我咧讲啊，连讲含阿公都不愿甲你叫，我咧讲，哦，就是老人家现在退休了以后，你需要怎么样？啊，我甲你讲，看山、看水、看人、看鬼啦，啊，就是来去外口佚佗，安尼就好啊，剩下拢卖看。主要心不良，退休金不良，健康上还好，其他的就随便吧。重要的是心态的接受，你心态若不改变，哎，行动也要跟上时代。现在阿公阿嬷莫想高念啦，想高念恁遐孙啦，无甲倒一个要甲你叫。另一天吼，阿嬷那阿嬷，阿公那阿公的，啊，这就是现在时代变迁，有够可怜。手机啊，会互人咧吼对落啊，手机啊，卖互人足济吼，里面的手机隐藏了很多的陷阱，不然会什么会有什么什么吼、哦？咱即摆咧讲诶，是安怎样话会囡仔会互人拐很济钱啊？拢是用手机啊，甲你拐啊，吼、哦，敢若手机啊，就会当甲你拐钱，吼、哦，啊嘛会当互你去医博歹教。用手机啊，都拨甲变过啊，唔免人对人拨，吼、哦、啊，都有足济啊，拢是因为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马这个社会，因为手机害了人类的眼睛不好，身体不好，晚上不睡觉，不运动，啊，躲在家里面，做一只手机要不要给它打掉？哦、你说打不掉了啦，不可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网络可不可以把它打掉？也不可能打掉了，因为没有网络也没办法生活了哈。因为较早要买车票，起码都咱到甲吼甲市区咧，市区咧车票就好啊啦，唔免阁去甲车头买车票啦。吼，
啊，你要预约要去看医生啦吼，啊，你就安尼吼，整间甲点点的吼，啊，就甲预约吼，啊就几号的就甲你。都给你啊！啊，你几号几点爱去到位？多一个医生，你都甲点一下，安尼就好啊，万免去排队啦。吼、哦，安尼这个手机也好用无？真好用，但手机也足好用的，但是咱唔甲用伫上好的这方面，卖讲算数啦。吼、哦，手机啊，卖讲这啦，都干那联络，吼、哦，要联络，有个人吼、哦，坐伫火车顶悬啦，都开始伫遐咧做伊的工。伊个工课啊，干那迄个平板体咧，行甲对，伊都我都用甲对，啊，就是很方便呐、啊，真的很方便。但是也因为手机会害得很多人身体不健康，哈、哦，因为手机啊也会害得很多人，哈、哦，会离婚都是手机也有问题，因为有的人一直拍手机也无啥爱去趁钱。某挡袂掉，卖离婚，哈啊！有诶某去外口，因为手机诶关系，你会当甲足侪人交往，哈啊！这到尾也互翁掠着，啊！这个婚姻嘛是会唔好，哈啊！这个手机也卖破坏婚姻，啊！这个手机也卖甲你砍，甲你砍砍你流浪惨，好、哦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已经到这种程度，也没办法了，好、哦。一班内底当教的囡仔读册啊，一个老师啊教，吼啊啊要你甲想啊，以后这吼老师会愈来，学生会愈少，吼、哦、幼稚园的一间一间一直关，吼、哦、幼稚园的一间一间一直关呢。即马在读个就是读啥？即马读乡托，吼、哦、乡托就是经过一个吼乡内底。用社会啊，那私立举办的幼稚园，好、哦，绝对收没有收到多少学生了啦。好、哦，幼稚园的囡啊，除了你大都市啦，啊那一般庄卡，好、哦，幼稚园绝对未生存啦，好、哦，未生存。好、哦，以后未生存的代志还阁足济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好。来，有需要服务啦，哈、哦，唔免客气。慈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。今麦要来听老佛祖，老佛祖连声袂歹听嘞。因为老佛祖的这个吼，伊这个内底面吼，有很多诶，觉得吼很好笑的事。那我们就听听看哈。诶，这段叫做伤憨啦，吼，伤憨。就是即马的诗句，伤憨嘛，好，安尼来听一段，叫做伤憨。到底刘福志讲了伤憨是憨到啥物程度安尼吼？杨宗宪、宋森的黎巴嫩，八哥甲郑金怡两个开。
代志熬牵拖，诸葛亮的头鬃要烫破，推推挥挥啊叫做胡瓜，一个一个许个伊叫做杨丽花。红颜红得笑，拿嘴叫，费玉清模仿空空笑笑，林志颖唱歌跳酷跳，万梓良讲台湾话刁刁，李连杰功夫苦苦的练，表面憨厚是周华健，李亚平在家里好表现，日夜都在我的天。李亚平大弟妹，这是天天天。该我介绍让你笑脸开，把握青春不常在，方方各方未来到安排。张曼玉还有你无要爱，红利遐辣你搁袂下台，也无胡慧中你嘛买，王祖贤看到你会徛袂在。看田露露你摸青菜，关之琳哪有肉喝酒真大蕊，林忆莲哪日头洗你剃袂开，看看的胖胖上介水，总美英雄规家路脚开开，马坐开开笑到大开。白冰冰无老公有卡数，超可心的声听着会烦恼，叶子妹甲林美娇风吹伫要倒，做慧敏的情人拢是阿边哥，易小凡杨林看着头壳晕，萧蔷崔丽新看着掉几斤，李芳文张敏看着狗狗脸，张飞阿皮伯两个上盖亲，青霞配照团你想安怎，整个画面变甲真歹看，受主啊那是爱到刘德华，有人画像啥有人讲废话，全部都是大牌，唱不齐。只要你喜欢，也会耍落去。听着这条歌，你若有趣味，心情轻松，万事如意。祝你幸福快乐，大家都赚钱。安尼有劲无？迄叫做笑开啦吼，转换个心情，安尼着，甲转换一个心情一个，吼，啊，你不管伊唱了好啊歹，啊，都爱感觉趣味一下就好啊啦吼。即马咧讲，最近啦吼，有好几位啊，都是哦啊，头一次来吼，来咱慈天毕生宫。啊，甲梅香莲先讲话开讲啦吼，伊咧问讲吼，咱即马仙道修行法啦吼，啊，派门嘛足济啦吼，啊，修行一般诶过程，除了讲说咧派门吼，啊，到底即派门，咱即马台湾到底有啥物款派？吼，那个不叫什么？咱像即马有咧看诶吼。咱中华道教总会内底，吼、哦、是依啥？是依咱的这个龙虎山张天师，吼、哦、张天师，伊这有九大门派，咱也是咱的这个道教，它有九大门派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有这个丹顶派，吼、哦、啊嘛是有这个符箓派，吼、哦、啊嘛有这个丹道。所以咱即马要讲啊，到底咱要修倒一派，我是感觉唔免遐复杂啦。吼，你也要甲遐复杂，吼，安尼就加费气啦。吼，啊，咱人呢，啊，若要身体好，就四个阶段你甲做会到就好啊。吼，为什么四个阶段做会到？吼，前回梅香唔是有讲过，你要打坐足迹上无啦，敢那一个吸气吐气啦，吼，啊，这个吸气。吼，啊，甲吐气，即个基础你都爱180天啊，180天就等于敢那半年的基础。你这半年的基础啦有，对哇？所以咱即卖卖问讲，啊，咱就一定要来去吼，看倒一个派门较牛，对哇？迄个姚笛仙宗嘛袂歹啊，吼，什么仙宗，吼，足侪仙宗啦，吼，都有啦，啊，都不错，啊，但是。要好要歹，爱改在你家己。先阿讲，修行都唔是讲你入什么款派门，就较早咧讲昆仑派啦吼。
啊，是讲什么派，什么派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少林，吼、哦，少林寺的嘛，少林寺的派，对不？咱即马唔是咧学迄啦吼，因为咱台湾人，伫咱这个蓬莱仙岛空气呐，卖歹的吼，啊，山顶阁有一挂吼，啊，咱讲足清净的所在，啊，咱若厝的，吼、哦，家己呐安尼敢那看看，啊，你若想要练。练丹道，还是要练精，还是要练气，还是你要静坐，你要提升你家己，你要找好环境，你家己的环境啊，甲你家己，你自己，吼、哦，咱正要讲的，就是讲你家己的环境，家己先找一个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要用多一个客房，哎，来静坐，吼、哦，啊，住五包又你家己去算看讲，啊，你是要用。吼、哦，倒一个时，你较有时间，对吧？这甲派无关系啦，吼、哦。即下要甲咱个孙兄姐讲，甲派无关系。有派，你就是，吼、哦，你就是有老师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有这个派门。但是我讲个是讲哦，大多数的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啦，就像了我讲个呢，你家找一个，吼、哦，风景袂歹个所在，还是讲环境袂歹个所在，空气流通个所在，你想要坐就会使坐啊。吼、哦，咱就会使练精，嘛会使化气，会使练气化神，练神欢喜，吼、哦，欢喜合道，这是四个阶段。吼、哦，啊，练精化气是入门初级个阶段，我甲讲一定要有180天个基础，练则爱照静坐吐纳。吼、哦，这个叫财阶嘛，吼、哦，就是咱即嘛伫静坐甲吐纳，一定要有一个基础。好、哦，聚气了，啊、哦，真气打通了任督，吼、哦，环境波脑，咱的脑较袂实，是因为任督打通了。吼、哦，你用你的真气打通你的任督，吼、哦，环境波脑，以补足缺漏之窟，吼、哦，咱人就是讲袂漏啦。好、哦，所以有个人讲，闹咧静坐的时阵，就较无爱吼啊，咱讲贪欢好色啦。那贪欢好色，你佫互你外敖济啦，吼、哦，你都遐精气都念都流了去啊。好、哦，静经要静坐，吼、哦，一定身躯爱清净啦，吼、哦，头壳爱清净，身躯嘛爱清净，袂使贪色，啊、哦，贪色欲。你把你有好凝聚的精气，好、哦、你练精练气全部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好、哦，这就是咱咧讲，现在修道人人个讲爱去山顶，好、哦、去遐独居，去遐修炼，好、哦、都、就是因为伊就先把咱的色自己，好、哦、自己色欲先放掉，好、哦、过来就是咱都已经退休啊。还是讲咱即马在半休半坐，也在工作，哈，你已经工作太累了，你要利用哈闭目养神来休息，来养精蓄锐，这样对你的身体都有帮助。坐咱文床顶嘛会使，但是四边的窗仔门拢要拍好开，可以会流通空气的流通，安尼坐到房间嘛会使。所以有足侪人来讲，念经惊鬼啦，吼啊静坐咧惊人干扰，讲惊迄啰吼，一干扰到内底无好诶所在，唔知会甲咱安怎无？即你静坐量侪无啦？静坐是坐到哪里坐到哪里，你感觉你坐了舒服，你就放空。迄个时阵鬼也袂来找你，灵也袂来干扰你，吼、哦。咱就是拢家己想侪。哦，到处坐唔知安怎无？恁公妈该会甲你干扰，反正恁家也无拜公妈，对无？啊，你讲地基主会甲你干扰吗？嘛袂，是你家己的心乱呢。静坐无定性，静坐无定性就袂定格，吼、哦。啊，甲恁讲，慈天必生公甲人无同款的所在，七月时啊，咱照常礼拜六共修，照常伫迄个所在，伫遐静坐，伫遐咧训体，同款。无休的七月时无停课，嘛讲，甲恁讲一句，七月时也同款伫咧外口面的大殿遐，伫迄个所在咧练功，嘛伫遐咧静坐，嘛伫遐咧功课。啊，恁讲七月专鬼，对啊，咱都无惊鬼，因为鬼咱足欢迎的啊，对无？你只要你鼻孔莫甲瞪咧，莫喘气，你甲瞪5分钟莫喘气，你就甲伊同款啊。
啊，咱人是加一口气较摇摆尔，鬼咱他就一定爱惊伊。其实鬼是咱的贵人呢。今日若无因果无鬼，你今日个你有法我都转念无？无去予遮拄着的问题，你会去？拜神无，你会去拜佛无？你会想要去修身养性无？拢嘛是因为有这个因果所讨，还有因果业力的关系，你才会专念，你才会想讲人爱做好，才袂去互讨，才袂互讨报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生一个囝是来甲咱破格，来甲咱讨报的，这你嘛爱消业障，是消你家己，毋是消恁囝。是你过去是欠恁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再来走来这，让你出事，伊就会甲你修理甲金丝丝啊，哦，甲四大人修理甲金丝丝啊，唔是讲甲四家人拍，还是甲四大人安怎，伊都甲你破格。出门足够弄车，一台车无，你来阁买车给伊，吼、哦，甚至定定咧惊官司的。吼、哦，定定你咧替伊赔钱诶，定定你银落底啊去替伊解决问题。伊若放一部赛，就为后壁去切诶，这就叫做来讨报诶。吼、哦，这都毋是来报恩诶啊！啊，即种诶，这你若知了后，你嘛安怎？哇、哦，我若欠这囡仔欠遮侪，对啊，就是你欠伊遮侪。啊，这要安怎解决？就是有这个问题走出来。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讲修行。过去说你无修，你欠伊个债，你即世人爱行。你即马才会想着要创啥，想着要转一个念头，讲哦，安尼袂使。即世人若阁安尼，后世人阁来欠，哦，这艰苦。你会想要转化，你会想要转念，你会想要修无？会。但是咱即马有足济师兄姐，定你甲我问讲，我修安尼，啊，你甲我看，我甲你讲，你连静坐连入去嘛无。第一人你无信心，第二人你足够怀疑个。即嘛了咧，吼感冒一下，也是人咧无啥舒服咧，就去卡着啊。吼、哦，当时去对拜啊，去卡着；当时去创啥，去卡着。你再甲讲你修有啊，要修啥？人都一个定力也无，定心静气，一定爱相信。咱鼻腔定咧五分钟，卖喘气，你就甲伊同款。鬼足可爱，你唔知呢？咱人吼、哦，若肉体下不了，伊也要倒来找缘，也要倒来强修。伊就是伊知影要解脱啦。啊，母娘现在同意，同意要互因来强修，同意要伫遮吼，互因修院有机会。因为咱有一条隔灵，这条隔灵伊会倒来求，求啥？求老母娘，吼、哦，求遮个神圣该生存。再生伊无机会好修，吼、哦，起码伊这条灵要修。安尼圣庙甲修无会，母娘甲修无会，会。啊，这灵会成为你的护法无会，伊会甲你护持，伊袂甲你搞闹，啊，伊嘛袂互你感觉安怎拢袂。啊，若会，我早就带起来，唔免还阁伫遮咧讲话。我七月时啊做个工课，啊做有够济，排解因果也好，做春季、秋季也好，拢当我的因啊，拢当。过大方的因啊呢，这是以事负责。每一张文书，不管是上天的文，还是中地府的门的文，所有的文拢是爱当过大方呢，拢当我呢。啊，我若金角头排袂赢，我一届的春季拢爱两千几阵，还有偌济零呢？吼、哦，啊秋季，吼、哦，要搁多，吼、哦，咱讲。东方啦，吼，东方有招贤记啦，吼，招贤立书，唔是讲干那招贤会讲话、会食饭的呢。东方招贤记内底嘛是有招这啥善的灵，伊愿意要回头要修的，这嘛是呢，吼，要让有正果的机会，这嘛是，吼，不管逐张的这个文书啦，改制也好啦，创啥好，拢爱当我的因啊。啊，那安尼我早咯。我早就带起来，我要伫遐坐哦，对不？因为这是啥？因为你有领天职，你有领天命，你今日要做的工作，不管是领天办地做也好，还是调解因果也好，拢是当过大方的命，拢是当我的官运，拢是当我的。好，啊，我都敢当啊！你想，我都敢担当。啊，这种问题，鬼我讲足可爱的所在就是啥？咱在生未啊忏悔，死了再要忏悔，鬼上高罪啦。伊会啊要求，会啊要求解脱。
无想要搁伫六道轮回，无想要搁互因果搁纠缠一届，所以他会来找道场。母娘最慈悲，吼、哦，咱讲个五尊母嘛是有红红母娘咧带只灵验灵啊囝，包括吼、哦、咱要做的即个工课有偌济。啊，咱唔是咱在咱那在修学咧走走三一四过去的，常常讲话叫我卡掉，我卡你的头啦，卡，对，你的心在卡啦，唔是真正人在甲你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定掉啦，都聊聊咱人食饭的，头烧耳热，也是讲艰苦病痛，迄拢算正常的。但是咱都唔去承认，迄、那个病是正常的，咱拢要甲讲，咱叫用卡掉。啊！咱去共创一个三念一个香，当然就艰苦一个挂。你爱看讲你是用什么款？咱的灵界伫你的心有定着啊，无定着？那有定着？吼、哦，神归神，鬼神鬼归鬼啦，魂归魂。不管畜生嘛，同款。你只要你做好，你有在做啥？你有在做功德？你的心有正，与天地同道。我跟你讲，无多一。多一个山正地灵，敢甲你卡啦，啊嘛无多一个灵，敢甲你安怎？会当甲你安怎是啥？你的兄弟姊妹啊，怎么叫兄弟姊妹？有阿姑阿娘无？伊艰苦，无人甲接受，吼、哦！啊人讲公妈无咧拜姑，所以伊就伫遐咧流浪。啊、有个人三四岁也无去，五六岁也无，十外岁也无，这条灵伊拢会伫，还佫伫世间咧流浪。这条角灵，伊咧找啥？伊咧找归位的所在，找有一个所在通好修行的所在，所以要给他一个，吼、哦、一个位置，让他有地方可以修，吼、哦，安尼伊就袂甲你乱。六亲眷属、亲缘，这伊拢会甲你处理啊？为什么？伊若当完全无所在通归，啊无所在通修，伊是做孤魂，还佫伫遐咧流浪的时阵。第一个该动缘啦，第二项你会艰苦病痛，伊个肩胛头会足酸的，安怎去用抓拢抓无效，安怎去食药啊，安怎疼，伊都是无法度互你解决，因为伊伫你的身躯。好、哦，他啊，这就是叫六亲眷属的灵，伊唔是要甲你害，伊只是照你的身躯寄身伫遐，但是你就加，你就感觉讲，哦，我乃肩胛头这么酸，腰这么酸，食药啊拢无效，这个原因就伫遮。你的六亲眷属，甲你有亲缘，有一智慧因缘，甲咱家己吼隔岸隔过来这边，大家看到，若讲有生落有这个兄弟姊妹无去的，这拢是亲缘，这你拢爱甲处理，你若无甲处理，吼、哦，这个、问题就会走出来。所以咱在讲修行四阶段，吼、哦，这四阶段就是在讲念经化气，念气化神，念神欢喜。欢喜合道，这四个阶段，你唔免管伊啥物款宗派，哈，你唔免管伊啥物，吼、哦，佛教伊嘛是叫你静坐，伊嘛是叫你爱静心静坐。佛教它也有打禅呐、啊，打禅就是静坐啊，吐纳，吼、哦，采戒啊，吼、哦。因为你若无安尼，你要哪要哪积极迄个正气，要哪打通任督，佛教嘛赶快来打通任督。道教嘛，赶快来打通任督，吼、哦！灵山呢，伊若会用坐，伊嘛是爱先拍通任督。还精补脑，以补是缺肉之躯嘛，爱补你只缺肉的身躯，你的元神才会光彩，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啦。吼、哦，要达到健康，要达到长寿，你要达到健康，唔才有法度达到长寿的目的。这就是讲进一步要更上一层楼，就是要有基础。这步就是啥功夫，一般也要180天啦，所以叫做好、哦，咱讲百日直基啦，好、哦，100日就是咧做基础，直基的功夫完成了以后，练呢才会当拆先天大药啦，啊，就会伫中庭部位发生类似女性怀胎的情形，咱的肚脐边迄个所在拢是烧的，拢是温的，你安怎甲摸？好、哦，咱讲。在大周遭，就是你讲胎源的所在，以前啊有一股烧气伫遐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真正有练的人，伊袂有赘肉，伊腹肚袂胎一烟油，伊袂有赘肉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来看眉香，眉香是直挺挺的，我无赘肉，我的肉顶壳壳，吼、哦！迄就叫做平常时你有练，你的肉肌肉都有。啊！你讲食到70几岁，有个人后壁是安尼软软，
啊，行路行袂去，迄就是肌肉没有了。啊，你的肌肉无去啊，你的腰腿酸，肩胛头嘛会艰苦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咱无迄、那个无这个肌肉，你就没办法走路，是靠咱后壁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肌肉梗做伙，伊才有在行路呢。啊，无就有诶，就啊讲我来去换啥，吼、哦、换髋关节啦，有讲我来去换咱诶，吼、哦、这个脚头，迄都是你平常时甲做过头诶，搁一项就是你无甲保养，吼、哦、你无甲保养，吼、哦、没有，吼、哦、啊你若来慈天必生宫，你看明相徛咧伫冷冷，啊你有看到我巴肚汤啊无？无，啊这就是练，吼、哦、这就是要甲恁讲，吼、哦。在中庭部位发生类似女性怀孕的情形，就是啥？连就是你会感觉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气足足的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气足足的，吼、哦，这叫做胎源。吼、哦，咱对这中庭迁入上丹田，吼、哦，这一段的功夫称为叫做神移上院，心移上院啦。然后就是人会发生。吼、哦，开天门的现象，哎，你会看到啥？看到七彩光，吼、哦，头顶上打破一个洞，叫做窍，窍开啊！哎，你目睭开开，迄、那个光，吼、哦，一条一条就会走出来。迄、那个光就是你脸有开啊，迄、那个光就走出来，叫光芒，也叫做什么？人为什么会发生开天门的现象？在头顶上，好像你的窍。汹涌开去啊，迄就是啥？就是咱讲胎儿阳神呐，好阳神透顶嘛。我们的阳神好、哦、已经透顶而出了，就拜托，甲你讲，这就叫做成功的一步啊。第一步你成功了，窍门嘛开啊，好、哦、五色金光你也看有着啊。这你身体要破病机会足少的啦，好、哦、要破病机会足少。啊，就是咧讲需要训练，吼、哦、养神的功夫，一般拢差不多要三年啦，吼、哦、终究啦，无到三年的时间真认真练啦，吼、哦、咱只是干那创啥，懵对懵行咧俩，啊、哦、要练正法器的功夫，要经过三年的神功功满，吼、哦、练神功满练者，就是要把已经锻炼成熟的养神收回来，要搁重新。路顶还佫再入，吼、哦，还佫开始。所以咱得讲乾坤使用真空连形的功法，爱修爱练，就是想要怎么练？是有形练还是有形练？有形的练，就是咱咧讲的啥？战功，战功，咱就叫做啥？吼、哦，半蹲呐、啊，好、哦、半蹲，好、哦、迄种的，好、哦、迄种的就是咧，就是咧练。开始咧练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爱战功，吼、哦，哎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屈袂上五分钟啦，伊脚就酸啊，吼、哦，你就爱紧爬起来，吼、哦，这个战功呢，徛这就最主要对咱有足大的帮助啦，吼、哦，这嘛是一个功啦，所以讲有一挂人会讲啊，我已经练到出神入化，吼、哦，这四字来形容，其实叫做出神啦，是咧指啥？是咧指讲，咱练到有出这个阳神入化，就这指啥？哎，有一个镜互你看，哎呀，就是讲凡虚的意思。好、哦，所以修行到这步的时阵，你已经很难得了。其实还有最后一个，好、哦，你来去完成的，就是啥？欢喜合道。好、哦，直待完成了这一步功夫，修道修行才算是大功告成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咱今麦咧讲大丈夫顶天地。哦，顶天立地、扬眉吐气的时候，哦，就是你有在练了嘛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的身体就较没有搞别听。好、哦，那么凡虚合道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好、哦，我们下次再讲，不要一次讲太多。好、哦，因为咱有足多拢讲我有在修，但是身体还碌碌，啊，甲看起来面也无好看。好、哦，啊腰啊，咱的身躯是安尼里里落落。好、哦。啊，这种你甲讲你有咧修，我就感觉足怀疑，我就很怀疑。哈、哦，修的金刚体，徛、甲坐、甲你咧练、甲你咧行路，你咧行路唔是像咱用拖的，啊，行路足沉重的。我咧行路足紧的，脚头足浮的，足轻的。我咧行路足紧的，
平常时你也行路，我已经行到迄边啊，你还伫后壁。为什么？这快步走，吼、哦，这嘛是爱练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后壁有停，头前有停车场，迄、那个停车场你用的时间，你甲腾车卡，吼、哦，一天去甲行十外练啊。但是一定爱放空，不要有所有一切杂念，先练你的脚头。零工你都安尼滴滴滴啦，无迄种老人诶，那就翘骨啦吼，互你看起来脚吼，为什么咱无力迄种型诶？即种毋是食药有效，我先来讲哦。练功是练精化气，练气养神，练神欢喜是用你诶内功去将你诶元神，吼，将你诶元神了后，元神则阁化作气来顾你诶肉身，安尼你就足少有机会。爱去食药啊嘛，足少有机会爱去，吼、哦，爱去医生馆啦，去创啥啦，还是讲啊去病院去用疗啦，吼、哦，冥想唯一的缺点就是心中挂电池啦，啊，这无法度啦，吼、哦，这我已经有讲过啊，心中挂电池一定是十一年爱换一届啦，吼、哦，其他的我真少，我足少有感冒的机会啦，很少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咱讲，你有练，吼、哦，这所有的小病也拢袂伫你的身躯啦。我毋捌头壳疼，生做安怎啦？但是我会拿喉疼，拿喉疼是话讲伤济啦。好，这是我的缺点啦，其他我没缺点啦。这就是要甲咱讲吼，人一定爱练，吼，唔练来艰苦，迄是你的代志。医生有时啊，甲你医袂好，嘛是咱家己判断。是轮回来投胎，十个月再生下来。老母心在变如白，无想世尊是老佛祖唱的古早歌啦，吼，古早歌。明天有共修，吼，啊，那要较早来，吼，咱嘛会当较早来，吼，咱是六点半开始，吼，到九点半杂志，吼，因为九点半就是爱和大家下课啊嘛，吼。那六点半，差不多六点四十分开始讲课，吼。那今天讲的课会比较深一点，会较深，会较深入。啊，会较深，啊，所以讲大家注意听，豆豆啊听安尼，吼，啊豆豆啊解说，啊就听较有啦吼。咱即届即个春季华会报名非常踊跃啦吼，非常的踊跃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来看过咱诸天毕生宫的道场，咱咧做即个春秋两季做到啥物程度，人内行的看着看有，所以来遮报。报这个吼，甲爸母超度啦，甚至于甲咱的啥狗啊超度，甲猫啊超度拢有，吼、哦。
甲英灵超度嘛有。因为即马末法时期啊，咱拢无想要欠人个债，嘛无想要吼，无想要讲甲遮个搁甲淡淡的吼，啊带业吼，啊来世再过来行，大家都有这种共识，所以你就会想要创啥，想要讨因果吼，和解因果吼，啊也个就是讲咱呢上无啦心中对怨，咱的祖先。好，伊有放财产哦，咱无放财产哦，咱拢是一直智慧，咱才有这个身躯。你要，吼，咱讲顺众追远以外，还要福行孝道。你那是会用甲公妈做功德，咱的公妈应子孙。好，功德呐愈悬呐，公妈的功德力呐愈悬，咱的子孙就愈有路用啦。好，啊，这个，好，功德是咱爱家己欢喜心去做。好，啊，那讲地基主，咱平常时啊。不管你开公司也开工厂啊，开一般的店啦，还是咱住伫一般的公寓，咱无咧拜吼，因为无公寓无用烧香创啥，咱无咧拜，所以你地基主咪当用超度的方式，请地基主来听经闻法，吼，做也是。啊，咱这个春季法会同款哦，两千件以来，吼，较低就杂志，咱都无要阁收啦，吼，无要阁收，因为咱的场地只有那么宽啦，吼。所以是两千年以来，吼、哦，咱就杂志啦，吼、哦。来，今日的节目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